大家好，我是罗红，这儿是挪威奥斯陆。夏天是挪威最好的季节，没有酷暑，阳光充足。但凡好天气，人们都非常的喜悦，去都市，去海边，去森林，享受灿烂的阳光赋予的一切生机。现在你看到的，这是挪威奥斯陆歌剧院。这座建筑非常的独特，人们可以在屋顶上散步，任何一位到奥斯陆的人们都会来此参观。它从峡湾中拔起美丽惊人的大理石和花岗岩屋顶，让它看起来就像一座出水的冰川。歌剧院可以进去参观的哦。一楼餐厅有户外座位，坐在这儿吹风看风景真的是好美哟。沿着歌剧院外墙穿过小桥，在蒙特博物馆旁边有一家意大利冰淇淋小店，名叫 Paradis。 这是一家连锁店，在奥斯陆大约有六七家吧，生意非常的红火。意式冰淇淋接纳度以口味多种、手工制作跟营养价值闻名，脂肪含量更低，但是糖的分量并没有减少哦。我要了巧克力和咖啡两种口味，口感绵密顺滑，很实在。走出冰淇淋小店，看到许多的姑娘们正在编织花环。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中夏夜，中夏节比夏至要晚一到两天。虽说不放假，但是按照传统，北欧人还会点燃篝火，唱歌跳舞，吃烧烤。姑娘们头戴花环来庆祝，长长的桌子上摆满了鲜花和绿植，全是免费的，动动小手编织灿烂的夏天。我是罗红，爱生活，爱美食，喜欢我的分享，加个关注吧，咱们下期再见。